我想把国外的好的东西带给我身边的朋友，这是当时候一开始坐车一个初衷。我们刚开始从日规车起家，那日本车子说真的，有的常常八年、十年使用的公里数只有10000公里、20000公里，那这么棒的车子，可是它的市场的价格只剩下1/3的价格，有这么好的东西，为什么不能把它带回来给台湾？同样可能是花国产车的价格，但是却享有了进口车的相同等级的规格，我想这是我想要做的事情。透过专业代办团队，网罗日本、美国、加拿大、欧洲等世界各国，从前端挑选多元款式车辆及车况保障，再到完善的后勤团队，节省购车成本及售后服务，以一站式服务经营，让您无后顾之忧，挑选出适合的优质车辆。像我们跟客户在找好车之后，我们都会提供一张非常详细的报价单给客户，那上方会有在国外我们总共花了多少钱买这一辆车，那进口到台湾需要缴多少的税金，以及最后车辆测试所花的金额，包含我们的服务费，让客户很清楚地知道说他买这辆车究竟这中间产生了多少费用，也是我们在一直强调的要透明跟公开化。如果在每家会有所谓的 Carfax Auto Check 的报告，那在日本我们主要是以拍场为主的话，会有就是拍单那甚至回到台湾，我自己本身也是鉴定师我也可以针对车辆去做一个详尽的检查跟鉴定，那让我们的客户能够安心来购买这辆车辆。外汇车它其实整个价格是比买新车是差非常多的，所以说想说就直接买外汇车。对我最印象深刻的是说，他们在整个帮忙代标啊，还有就是选车看车整个过程呢，就是非常亲切除外啊。他们真的好像把你当家人，家人在选车的时候他们提供给你的这样的关心服务。公司一开始创立就是要以 One Stop 的经营理念来服务客户，我们车子回到厂内之后，都会由我们专业的技师为客户在内外观的机械以及漆面上做非常详细的检查。我们不会特别去推荐您某一款车，我们反而会去知道客户的需求在哪里，那满足客户的需求就是最好的推荐。除了为客户在前端车辆的严格挑选，以提供维修保养、铝圈整备、汽车美容等后勤服务，以专业技术团队让您的爱车享有完善的优良服务。我们就是秉持的诚信，说老实的话，做老实的事情，甚至做一个老实人。好，那我希望就是说我们有一个真正能够让我们的客户完整的信赖我们。我秉持的就是有信任、有诚信，做任何事情都不怕遇到任何的困难。他们当然很有诚信的，然后把很多东西公开透明给我们，然后再来就是说他们其实服务很好，因为有一些如果状况需要现场解决的话，他们就会派人过来，再不然就是他们会告诉我们说下次保养的时候，然后要到他们厂内，然后做怎样的一些动作。所以其实在买车的前期、中期、后期，我觉得其实这边来说都服务得很好。为了提供客户更贴心、有温度的购车体验，积极培训优良人才，并提升软硬体品质，持续将好品质的车辆带进国内，给予国人不同以往的客制化服务，期望人人都能因此获得心目中的完美爱车。如果您不懂车，想要买一台车，符合自己生活上的需求，不论是家人、代步、工作等等，我们都希望在第一时间您可以想到说有一个世界车业能够为您做这样的一个服务。我们是一个够专业也够热情的一个团队，能够成为每一个人的购车顾问。